宝贝出任务，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下午茶。哇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等一下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特别来宾在等我们喽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进去吧。他们已经到了。哎，好可爱哦。今天要来出任务的宝贝是一对可爱的柴犬兄妹，比比是沉着温顺的哥哥， QQ 是聪明伶俐的妹妹。柴犬天生性格稳重，是许多电影及广告最爱拍摄的犬种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柴犬兄妹拍摄网美照，究竟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，赢得最终的下午茶奖励呢？今天我们下午茶的对象很特别，是一对柴犬兄妹。哥哥叫做比比，然后妹妹是 QQ。听说他们个性很不一样，你看哥哥就是很稳定，像我一样乖乖的坐在这，然后妹妹就像葡萄姐姐一样，怎么样？很调皮，会撒娇，很会撒娇，很可爱哦。然后哥哥不动如山，不过最特别是他们有一项很厉害的才艺，是什么？他们好像会对着镜头微笑。对着镜头微笑，人来说很简单，但狗狗很难吧？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狗狗，听说他们是网美狗，他们拍过的广告比我们两个还多，我们觉得他们很厉害。对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谁可以让他们对镜头笑。好，比比看镜头微笑，比比看镜头微笑，比比。有吗？有笑吗？他没有看镜头耶。没关系，那我知道了。拿出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说不定有点帮助。拿出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说不定有点帮助。我先拔开，再给你。嘿嘿，好。嘿嘿嘿嘿嘿，比比比比，对镜头笑，嘿嘿笑，嘿。快点打哈欠，比比下一个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啊，好棒哦！原来是要我这里平行面才会喜欢哦。为了增进跟他们的感情呢，他们喜欢啾啾球，所以我们可以来玩绕圈圈或者追着跑。比比，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刚才挑战了比比，现在挑战 QQ， 这是他最喜欢的大象玩偶。大象，象象，来！嘿，嘿，都有反应。那我们这样两边，看他要选择哪边？哪一边？哪一边？你要选择哪一边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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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我们是宝宝爬行大象啊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哦！快点 QQ。就看他是来这一个还是这一个，来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在这里 ，QQ，QQ， 快快快，赢了就可以，赢了就可以吃炸鸡哦，快点，耶，成功了。既然是网美狗狗，他们找的咖啡厅一定是很好拍照的。然后后面有很多便装道具，我们已经帮狗狗变好装了哦。请看，哔哔，警察这里，警察大人，不是我偷的，很可爱耶。而且这位警察大人，你是不是在睡觉？你有在办公吗？有有有有。那我们来帮他换另外一个造型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来，有点紧。我们来帮他配音好了。悠悠好好玩，宫廷剧。格格看到朕还不打招呼。皇上吉祥。大胆，看到朕连朕眼都不瞧一下。刚刚你去哪里啦？我刚刚去看悠悠好好玩了。好，好啊！有看悠悠好好玩，好玩又学到东西，不错不错。记得准时收看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
好可爱哦。那我们再变装一个很可爱、很奇趣的，好。换鲨鱼的。你换鲨鱼哦，那我换鸡腿好了。你也是动物系列，哇。秋妹，有人跟你说这帽子根本就是为你设计的，根本有写你名字啊。是鲨鱼哥哥。嗯，鲨鱼哥哥，那我们就一起跳一个 Baby Shark 吧。Baby Shark 嘟嘟嘟嘟 ，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，Baby Shark 哎呦嘟嘟嘟 ，Baby Shark 啊，你看哪里？好，完成。那我们要再帮他们加上头饰，就更厉害了。来吧，秀妹，来 ，B B 来，戴上去哦。嗯，完成。哇，很有日本风哎。对啊。一起来打招呼，哈利亚州狗仔吗？他很像在拍婚纱照哎。你好，来啊，我们这工作人员要帮他拉裙摆。我要帮他拉好。来，新娘，来微微笑一下。很棒的狗哎，可以让我们这样好好的拍沙龙照一样。他们根本就像在拍婚纱一样，而且他比新娘子还有耐心哎，果然是一等一的王美狗，一级棒，厉害！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咦，有没有人说你这样长得很像在日本涉谷站的一位？我知道，忠犬小八。对，八公犬好帅气哦，真是不容易耶。真的，我给你两个赞。会。美味下午茶正式开始。还不行，先介绍一下。你看这边有专门特制你的食物哦，像这个杯子蛋糕啊，还有这个蔬菜跟肉丸子啊，都是特制的。像有些狗狗啊不能吃面粉，所以这个是用米去做的杯子蛋糕。然后这里还有肉丸子，看起来好可口哦。对，它就是都没有加盐，没有调味的，所以就是很健康。我们还准备了这个小剪刀，这个小剪刀呢，就是要帮他们把食物剪小块，让狗狗也细嚼慢咽，不要吃太快，吃太快对他们肠胃其实不好。那我们准备开动了哦，让我来帮你服务。好，我来服务肉丸子的。剪一剪，让我帮你拿一个肉丸子来。会。QQ， 等一下哦。好像照顾小 baby 一样哎。开动了。请吃。你好，请问味道如何？还可以接受吗？好可爱哦！来，这里请慢用，姐姐喂你。喜欢姐姐喂食。来，姐姐喂你。来 ，QQ 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两边呢，要交换食物，吃吃看对方的料理。交换。他会不会喜欢吃花椰菜？我跟你说，花椰菜真的很健康哎。花椰菜多吃多吃蔬菜。不行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当好榜样。来，这花椰菜也是很健康，弄小一点好了。小小口，小口先试试。小口试试，不行，你要吃看看。那给 QQ 吃一点菜，看看会不会吃菜菜。来 ，QQ 吃菜菜。QQ。那跟搭配肉丸子一起吃。他把肉吃掉了。来，这里，这里要吃。他们都不喜欢吃菜菜。全世界的小朋友跟宠物都一样，不喜欢吃菜菜。不过我们要练习吃菜菜，这样才有营养，均衡饮食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子你是榜样。哎，哎。我们小朋友，我们也会把那个菜搬在肉里面，放在肉里，这样子你就会吃了吧？看我的厉害！好，菜搬在肉里面，好棒啊！
小心就吃到菜菜了哈。均衡饮食才健康啊！哎，哎呦，吃掉了，吃进去了，吃进去了。看着他们吃的津津有味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开心哦。对啊，觉得很满足。谢谢 BB， 还有 QQ， 带我们体会网美界的狗狗下午茶。那我们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大家说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笑嘻嘻。再来个红萝卜做个好榜样吧。好榜样！大家好，我是羚羊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